各位现场的贵宾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曲爱玲。首先非常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今天的 Belvini 百富，就是我们的威士忌大师的讲座见面会。相信今天我们所有的贵宾朋友们，大家都非常的期待，因为大家对于 Belvini 我们的百富呢，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热爱，犹如我们众多的行家一样，对于我想这 Belvini 它的这个风味以及它的这个每一支 whisky 呢，都这个爱不释手，而且呢，每一次品饮了之后呢，都感觉到这一有未尽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知道我们的 Belvini 百富呢，它的单一麦芽 whisky， 其实它一直以来就是以这个手工精神享誉整个酒界。那今天呢，其实我们有这个讲座，能够邀请到长期以来也有很多支持，而且在市场非常努力的经销商朋友们呢，谢谢你们的支持跟 support， 给自己一点热情的掌声好吗？才能够让我们的 Belvini 百富在市场上一直都拥有重要的地位，而且呢蓬勃成长。